大家好，我是长荣大学校长李永龙。你有网络购物的经验吗？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会在网络上购买商品，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个趋势，以免手续费、提供赠品、超低价格等方式吸引民众。提醒您，网络购物除了比价格，也要慎选评价良好的店家，或是在有提供交易保障的购物网站上购买产品，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肥羊。若有任何疑问，请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。